哥，唔对，我即摆应该叫你妈。妈，请你放心，我会把我的本分做好，我嘛会把文瑶照顾好，做文瑶上大的支持。你若想要继续叫我阿公嘛，不要紧啦。惠弟，即摆我根本都无资格担心，会当来参与来见证小雨结婚，我都已经心满意足啦。恁继续啦，恁继续啦，恁讲话不要紧啦。哎呦，闹人安尼啦，老人叫你一声妈，你是人大家呢，你拢一句祝福拢袂好伊哦。当然袂祝福，当然袂祝福。妈妈祝你好，百年好合，荣华富贵。多谢妈，乖。来来来，大家来翕相啦！今仔日是小雨甲超越结婚的大日子。啊！大家拢穿到水当当，遮尔缘投，咱来翕一个结婚纪念照，好无？来，帮我中中我，中我，哈哈哈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呦！你徛遮，咱做翕相。哎，咱继续咯。哎，小雨、超越，你拢结婚啦？真真真济啦，真济啦，啊，真来啦！客别客不，你买单。好好，来啊来啊，一二三。哈哈哈！来，过来一张，一二三，袂歹袂歹。公家子孙的喜事，既然连我这公家主人都无邀请，安尼恁讲算讲是一个好亲家。哼，江德兴，你最近是做水尾道人哦？啊，无那什么喜事啊，拢要去插花啊，想要转运哦？陈良信，朱丽萍，恁搞个后生已经传海事啊，即马阁想要抢我的查某孙哦？我人抢走恁后生甲恁查某孙啊，是你家己自作孽的。所以英团甲阿冠的再离你愈来愈远，英团已经为你死两遍了咧。敢讲你真是讲爱给阿冠啊？永远要来离开你，你知影甘愿清清是无？你敢点去啊？你嘛是海狮影团的凶手之一咯，你无够格，提起影团的名。上届无我这边，我宣传着影团，让伊无带着遗憾来离开，我嘛会当对得起我家己。颠倒是你嘞，哈，你嘛无想讲吼，要伫咧百年后。见到尴尬的祖先，你还头搭袂起来？我可劝你今嘛赶紧回头，凡事无定，还阁会富嘞。你阁好意思提起尴尬的祖先？你身为尴尬的新妇哦，无好好操持这个家，还尴尬的囝孙，死的死，倒的倒，一个家啊，无亲像一个家，我还袂跟你算账嘞哩。这个家根本早就唔是已经家啊啦，是一个魔困。我跟你讲。我早晚会离开啦！你哎、欸，你敢动手，你就知死！我跟你讲哦，金马超越哦，是我的宝贝新妇啦。啊，那客户哦，就是我人生中上个重要的贵人啦。而且，伊国家一个身份是亲家嘛，为着因两个哦，就算讲爱我，摕我这条命，甲你赔，我嘛甘愿啦。阿文啊！我最后，搁再问你一句话，
你是不是真正要跟他作对，跟陈文瑶结婚啊？我已经是文瑶的太太，是陈家的人，一世人拢袂改变。既然你无爱插话就来阿公，安尼以后我就把你当作花出去的水，无你这个查某孙啊，无你稀罕啦，江道生。为着替你暗藏秘密，结果害我一生活伫个自责、痛苦的日子，到到这来啊，我彻底底已经觉醒啊！我要跟你彻底所有的关系，我要跟你离缘，包括阿爸也同款，要跟你所有的关系拢全部给切断。阿文啊，是你先对阿公不好，就莫怪阿公对你不义。阿文啊，你有几好势啊？你是江道生的客囝呢，你是上了解伊的人，而且伊嘛上信任你，所以你才替伊感谢我。甚至，阮的计划互你看破，超越，再互伊领走。所以你不知道曾大威把超越抓去哪，江道生一定交代过你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跟江道生的关系不是表面上你看到这样，他对我是有提防的，他对我根本就没信任。陈文瑶，我讲的拢是事实，你赶紧去叫江超越，若无你全力灭火啊！罗丽，为着要救我的太太，别你讲出老实话，若是有必要，我一定会对你开枪。重要，你确定性的，那我别来，你若冲锋。这是用江东升的计，伊就是要你失去理智，做出无法度弥补的错误。我问你最后一遍，超越这么人在哪？你若是讲不肯讲老实话，也莫怪亲戚无色目睭。重要，你哪会来啊？你赶紧想办法，叫因两个人莫去冲动，万一来去伤着文瑶，是要安怎？家母啊，你先莫遐尔紧张啦，紧打电话报警啦，啊，我来靠劝因两个哦，叫因两个较冷静。好好。阿哈，你来看迄人是要创啥？小雨，谢你啦，我们。这一定是江道生设计的圈套，伊就是爱陈文瑶，因继续无信任我，名声甲伊同款臭。妈，阿哈，妈，阿哈，妈，你听人叫你无？伊去试过好无？妈，妈，
小雨，你有受伤吗？妈，我没事啊，是一条通情气呢，是你受伤啊，我哪可能受伤啦？王妃啊，王妃，恁爸爸妈妈两个人这呢啊好，是安怎你一点啊都无去尽到因两个优点，颠倒到江都城学着歹心倒行的代志，今摆我想要开枪要来拍门了，你想了足了然的呢你？唔管我哪解释拢无路用，你嘛袂相信我的，怀疑今仔这个代志跟我一点关系拢无，你家己保重。阿妈，阿妈，紧有救护车啦！我拄仔有敲电话报警啊，阿妈有叫紧派救护车来，你放心啦。啊哈，你小可忍耐一下，哈，好。凯母啊，我今仔袂感觉疼啦，好总算是保护我的心肝囝一个啦。而且伊拄则都叫我妈妈，伊总算是愿意认我。妈，是嘞，姐姐是我兄弟哦，伊是你的专门，你的专门我拢有看到，伊有心来，我心来找你呢啊，姐姐我根本就醉了，五年啊，不要紧啊。你是妈妈心内最明亮的那片天空，也是只是妈妈一直走到现在的路。过去是妈妈母做想过想着歹代志，才会害你对我操心。啊，不过你现在愿意叫我一声妈妈，愿意疼我。我已经无啥物遗憾啊，就算是爱我即马就死，我嘛甘愿。妈，先我们讲啥？咱母仔过真侪时间呢，你着还我落去。妈，我袂有忧患哩，我爱你呢。妈，阿妈，喂，妈，高桥超越。我知啊，等我跟我妈送去病院，我才可以跟你回哈。我妈听我通讯器受伤啊。好，我知啊。安叔，您爸爸有找到超越的消息吗？我妈个车啊，过来找超越啦。伊讲超越去真可能有跟我先带去进行一个亲眼目睹的所在。那你先不了，你赶紧去帮忙您爸爸，把阿华救出来。阿姐。有阿嬤照顧著，你放心吼，免煩惱，緊去。緊去啦，加一個人，就加一份力量啊！你千萬唔通害超越哦，阮家被控制掉的，緊去救超越，緊去。阿嬤，我嘛拜托你照顧。放心。嬤，你也答應我，你一定要讓我一直落去。叫我回去找你，进去。你小心点一下吼，救护车还没到位啊嘿。